10月18日，阿娇晒出和黄甫盛华的亲密照，两人疑似官宣恋情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阿娇配文黄甫生日快乐，似乎是阿娇为他庆生，引起网友纷纷猜测。其实这不是阿娇和黄甫盛华第一次被拍到在一起，之前就有媒体曝光了他们逛街的画面，还有黄甫盛华当众亲吻阿娇的画面。阿娇深夜再发这样的照片，让人不禁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恋爱了。不过阿娇在评论区还说了一句：“我最爱的还是阿 sa。”有趣的是，黄甫盛华长得很像陈冠希，而且他的性取向也不是秘密。网友们开玩笑说，阿娇的审美从来没有变过，而且阿娇的手机屏保也是和黄甫盛华的合影，看来他们关系很好，阿 sa 可能要被抢走了。但是也有很多人不相信阿娇和黄甫盛华真的在一起。阿娇自从离了赖鸿国就没公开过恋情，之前因为发胖被网友嘲笑，后来参加浪姐又瘦了下来，但后来又有传言说她发胖是因为生了孩子，还和勤奋有一腿。阿娇回应称是为了拍戏增肥，并且签了保密协议，不能透露细节。如今阿娇疑似官宣恋情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